两只麦克风的时候忘记归还了。那个如果有的话，麻烦归还到我们舞台右手边的那个准备区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下一班都没办法使用那个麦克风的部分，所以请，然后请等一下表演班级，记得你们的麦克风一定要把，一定要归还到我们右边的工作区哦，谢谢。
们总说珍惜，可真正去做到的又有几个？在我们快乐的背后，又藏着多少人的苦难？而在下个呼吸的瞬间，又有多少人即将离去？所以，我们才更应当用我们的所有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而背面这个角色，就是在人群中默默付出的人，不必言语，而是靠着行动去帮助这一切。或许大家会认为这是他自讨苦吃，但他那份想要珍惜资源、不想帮助人的心是不可否认的。地球只有一个，生命只有一次，把握当下，并且要知足。去拥有，遇到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？天上的星星像地上的人，总是不能够不能觉得足够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发现笑着哭最痛。节目开始前，先进一段广告。小敏，有去过大地球吗？没有哎。那我带你去好吗？好啊。小敏，有被打过巴掌吗？没有哎。那你想被赏巴掌吗？好啊。小敏，想看广告吗？咦，我们不就在广告里吗？小敏，你有看过新闻吗？没有哎。那我带你去看好吗？好啊。Thank you.
内克卡森迪克克之副主播饰演。对。欢迎大家去看 BB Show。首先为你播报一条头条新闻，黄明光头又来台湾拍了，由诸葛亮领衔主演，与冯迪所尬掐。诸葛亮为了拍片把头发剃成了光头，真的非常的敬业。一个恋爱红梦秀，一个恋爱红梦秀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。 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诸葛亮主大哥。为您播报下一则报道，中国霾害席卷全台，沿着东北信封沿着东北信封入侵台湾，建议民众近期不要出门，如果要出门请记得要戴上防毒面具。为您播报一则紧急新闻，恐怖分子 ISIS 在中亚十分猖狂，没想到连台湾也出现他们的追随者 AIRR。一三五，二六二四九，七三七。
使用麦克风的班级，就是你的麦克风不要对到那个两边的麦克风，两边的一抢挂的话会有杂讯出现的。好，这边有点吵。哎，雨父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了。好啊。那你选一个动物。选一个动物哦。今年是羊年，那就选羊好了。羊啊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唱跟羊有关的歌。OK 啊，那谁先开始啊？你啊。好吧，那我来咯。妹妹背着洋娃娃 ，So easy 是不是？来换你哦。Tonight we are young。OK， 你是打算啊？别开玩笑了。好了，我还是不要在这边讲冷笑话了，那个冷气太强了。那我们马上欢迎下一个班级。幼儿园班的 Paradise。行走五千场，掌声给他吹下去。这你又没发现。Thank you.
早，西安东京海上及时为您救驾，迅速抵达事故现场，协助处理后续问题。西安东京海上就是比较好。先生来这边请，请到你去医院做检查。可是，我的长颈鹿怎么办？怪物图我现在还没集满呢。没钱的动物们为了开演唱会，只好大便有间游戏行哎。那个老板看起来好呆好呆呢。你有抢过游戏行吗？没有哎。那我带你去。好啊。自己拿，哎呀！得到乐器的动物们终于实现了梦想，开了演唱会。需要外籍选手。外籍选手。